底层的温度，精英的视角，我们先从三个回应开始啊，然后慢慢往下面聊。那第一个就是基因进化跟文化进化啊，它其实有一些差别。我做一个补充，就是它的文化，这个文化进化，它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代的人，他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已经是终身学习的这么样一个状态。而且这个不是说精英才需要终身学习，现在是我们普通人都在终身学习。你拿起手机，甚至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都在不停地跟这个世界发生非常之紧密的链接。那这种链接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有相当的部分就是一种准学习的这种状态。那这个跟基因进化具有差别，因为基因进化是一刀切。如果比如说你作为一名男性啊，你可能这个比如说你的那个那方面功能不行，那么很简单，你的这个基因就掉失了，基因片段掉失了，因为你这个功能不行嘛，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就无法，基因就无法延续下去，你就没有后代，没有后代，这个片段就丢失了。丢失之后，下一个片段就是能力很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一般正常的男性，一般来说水平不会差太多，就看意愿的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你这个基因进化是这样的，一旦这个基因保留下来了，它一出生就是一种本能。比如我们孩子，他一出生有一种吮吸的这个，就是想这个吸东西，对吧？其实就是吸妈妈的奶，对吧？这个是基因里面的一个片段，你这个年龄必然会有的这种本能，所以它是一种天生的，因为它被筛选过了。但是文化不一样，你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不会，你必须学习，你必须学到一定程度，然后你才能拥有大规模协作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学习需要时间越来越长，因为越来越密切了嘛，你就需要更多的这种技巧啊，沟通的技巧啊，这个跟别人协商还有这个生存的技巧，这都需要去学习，需要去保持。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任志强的那种说法，就是说房价还是会继续涨。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两个比较大阶层的对立，就是有钱的人现在整体还是认为房子会涨的，他们认为这个人民币跌的可能性比房子跌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对于一般的底层来说，也许能力不够啊，也许眼界不够，也许各种原因，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体就认为这个房子应该是会跌的，那人民币不会跌。那这个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大型的开发商，他为什么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他还在疯狂买地啊？为什么任志强他会这么说这个房价不会跌啊？为什么有一些有钱人他把钱转移到海外去啊？其实的话，他有一些人的钱是正常是合法的呀，那他放在国内当然安全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转移出去，就是如果你不转移出去放在国内，人民币不跌的话，其实你没有损失啊，对不对？你钱还是放在银行里，可能这个钱的购买力还在上升，但是他赌了就是购买力在下降。所以说其实整体来讲啊，中国的这个比较权势一点精英一点的阶层，有钱的人他都认为是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大。那其实前面我说我的倾向认为就是偏向于底层的这种想法，就是人民币它能够稳得住，哎，自己国内它敢加息，敢增加息，比如说现在对存量的贷款，它敢增加息，对国企它敢增加息啊，那这个是偏底层一点的看法，那这个就由大家自己定夺啊，你自己的投资自己要负责嘛，要做一个决策。那么我们不管人民币跌还是说房价会跌啊，房价对人民币会跌，但总之人民币以美元计价肯定会下跌，在未来就是不知道是哪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两大阵营有钱跟没钱人赌的方向它不一样，那就看你希望想怎么赌了啊，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和操作，但是你的赢面多大呢？这个不好说，现在还看不出真正大的趋势啊。都在一种比较焦灼的状态下面。那我们说第三个就是政府它为什么说是趋势之王，我们再做一点补充，就是其实清朝的时候我们说它可能勉强及格59分60分，但是现代社会的话，其实你政府要犯错成本越来越高了，你不像以前的时候，你可能只要做对大部分事情啊，你就能够稳稳地坐在这个统治阶级的位置上面。但是现代这个社会以前的时候那些皇帝们可能害怕史官瞎写，对不对？那他要小心一点做事情。但现在的话，新闻报道比史官可厉害多了，即使是在中国这个新闻管控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面，你也要特别注意微博，对不对？还有 Twitter， 很多人也是可以上 Twitter 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面，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啊，包括
这个普通媒体的这个约束，其实这就是半个死光。那这个时候你放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说，蜻蜓的话，它60分、65分啊，把握趋势，就是100个政策，你做65个是正确的，你可能就可以蒙混过关。但是现代社会，21世纪的社会，你一个政府100个政策出来，你基本上得有80个政策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你就会拥有极大的压力。另外20个政策错了之后，你还得相应的迅速的想办法把它改过来。当然，也许有几个政策你可以 hold 住，通过自己其他的政策的正确性，你可以把它给压住。因为大多数政策我都正确了，我唯一有一两个，有那么几个是为我自己服务，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这种情况还算是能够压得住，但实际上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当然这也有区分，虽然是21世纪，每一个国家的情况，每一个社会组织的情况都不一样，它都是有这个发展层次的问题，发育度高的，你像美国那种社会，大家都看着呢，对不对？你怎么切的蛋糕，人家不知道吗？大家都心知肚明，东风会什么时候来，对不对？诸葛亮你要借东风，大家都知道东风几点几时几秒会出现，对不对？你只能说去切更细的地方，几秒之后你再来，毫秒啊，几毫秒会出现，那谁先怎么走，这个可以。但是你说几天之内，有的人算得出来，有的人算不出来，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大家都算得出来，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蔡奇先生啊，蔡先生那一次做北京这个事情的话，应该是做错了趋势，对吧？他必须得纠正的，你敢不纠正吗？我估计那天他肯定很难受，对不对？那几天舆论汹汹啊，他肯定坐在这个座椅上，哎。这可怎么办，对不对？这个肯定是你一旦做出了之后，得想办法去纠正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接着这个北京底层的问题啊，这个往下面说，就是我不是说这个6月18号要在深圳待两天，那么我一早我就在出发之前我就想好要去三河了，也跟大家交代过，对吧？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过来吃个饭，我们只讨论经济问题啊，其他高杠杆的事情咱们不涉及。那么我是想去看完三河，看完之后再拍一些图片视频给大家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先说几句，因为这两天国内好像又开了一个会。那么是这样的，我觉得的话中国的第一批的贫民窟已经形成了。就这个三河大神这个事情啊，这个我是最近偶然间获得这个信息的，其实之前我并没有关注，因为我就是去深圳每次都是办事情，而且都是往繁华的地方走，而且这个人呢，说实话他是往高处看的，就是你很难的往底下看，往底下看有时候也是出于这个工作的目的，但是从你本能上来讲你是想往上看的，对吧？比如说我在香港的时候，你总是希望在中环多待一下，你不会想在其他地方。当然你要说去看一看情况可以，但是你要说打心里想在那边多待，其实你不太愿意。什么呢？就是我突然间了解到三河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三河已经在5年前就已经很有名了，我就是不了解而已，对吧？可能很多人比我了解的多。那5年前，但是当时规模应该更小啊，它慢慢的持续的在散热，持续在散发能量，这个事情很诡异。如果说按政府的强力来说，一取缔了之后，有一个事情爆发了，那么我政府说把它取缔掉，那个事情就，如果说它不是一股真正的力量，或者说真正的一种现实存在的话，它是容易被消灭掉的，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菜场本来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就不佳，因为旁边可能很多居民区域都已经拆掉了，都变成商业体了。那你这个菜场在这里，政府如果说强行要把你拆掉，它一下就拆掉了，因为没有人，本来就没什么人来买菜。但是旁边如果全部都是这个住宅区，你把它强行拆掉之后，没关系，它在旁边路边还会摆个小摊继续卖，因为有需求嘛。就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取缔的。所以我们看5年来这个三河地方不停的向这个社会扩散出一些信息，说明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我们前面说了，它其实很特殊。以前的时候我们中国说了啊，这个我们你看我们城市化多成功，没有贫民窟，贫民窟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说中国的贫民窟在农村，但是这几年城市化已经把所有农村的人，你要说吸引到城市来也可以，
赶到城市来也可以。总之，中东部的农村已经没有人了，都是最年轻都是50好几的人，60好几的人了。一个村庄，特别是100人以下的，差不多消灭殆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很多他是不具备充分劳动能力，或者说他不具备充分劳动意愿的人，他最后就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就变成以前我们在读书时候了解的，就是这个巴西、这个印度他们的贫民窟。比如很明显，你看那个印度孟买，对吧？中心区很繁华，不错。那走到周边来，整个城市被半包围结构围住，这都是贫民窟。那你看我们中国上海，看看我们的广州、深圳，对吧？旁边还是好一点的，但那是以前。现在慢慢的开始也会有一人游离出来了，而这第一批的这个就是第一批所谓的贫民窟里面的原住民们，他们就是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我们看到深圳政府还是当然他的做法已经算是中国最开明的地方政府之一了，但是我觉得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真实的存在。而且他这个力量，山河的这一股力量，我们说放山河，不光是这个地方，每一个城市其实他都有，只不过深圳这个地方他很特殊，首先是一线城市，而且他的这个年轻人特别多，就是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他也有，但是呢，他没有年轻人，没有年轻人就没有话题嘛。你本来就七老八十、四五十岁了，你待在大城市的边上游走啊，大家赢，就是穿的又是这个邋里邋遢的，对吧？这个赢不起大家注意。但是深圳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这一群年轻人他有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不愿意劳动，这个是贫民窟里面的贫民窟精神之一啊，就是我可以劳动，但我就是不干活。所以我们看到山河这个事情就跟北京的底层它是一样的，因为它在一线城市，它离我们就是主流的舆论场其实是非常之近的。你比如说我这次也想去山河看一下，大家我一说，哎，很多这个想参与进来的人都说，哎，我对山河也很有兴趣啊，我也想去看一下，因为它离主流社会很近。如果说，哎，这个穷困的地方在甘肃、陕西、这个青海、宁夏这些地方，你说，哎呀，太远了是吧？那些地方本来就穷山恶水，它这个资源不是很丰富啊，这个是吧？这个其实大概情况可能不太好，那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所以就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实际上呢，还不足够，因为这个还只是民间的声音，一点点微弱的这个光线出来，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看到，就特别微弱，而且政府又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态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大趋势就要说了一个什么呢？最近又开了一个会啊，这个国内的大会，就是我们的老大们啊、大佬们、老大们在那里开的会，说要解决农村在未来几年的贫困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一半一半对啊。怎么说？我们倒不是说这些大佬、老大们他们是自己判断不好，我觉得是周围很多的这个他们高层的一些学者，他可能对中国社会都不是那么了解，甚至我都这么觉得。比如说中国城市化率有多少，很多人觉得只有40%多、46%，有人提出有50%多。其实在我眼里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已经超过60%了。就很多人他城市化，他作为官方的学者他不方便说，因为很多人他到大城市之后长时间生活，他完全没有纳入到这个城市里面，他也没有暂住证，更不要说有居住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不进入这个城市，但实际上他是在城市里面生活。因为这种城市化才是真正的数据啊，因为他不走，他如果进不了主流，他就在边缘，对吧？我把身份证卖掉，我不要身份了，我这个让身份证让别人办信用卡去，他就在城市周围游走。但实际上他也算是城市的一部分啊，他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主流中间主流的边上。所以我这么说什么意思？就是中央的很多的这个智囊，他要么装糊涂，要么可能是真糊涂。真糊涂可能是这个在上面待久了，不了解底下的情况；装糊涂是装给大家看啊，我这个城市化率其实不高，城市里都是优质的居民啊，都受过大学教育，起码的话也是中专以上的教育，对不对？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啊，他们眼里有一些人眼里的乌合之众。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会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你决策可能会错误。就是现在最痛苦的人不是在农村，当然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因为一半一半。刚才说的，就是确实西部地区、少数地区，比如说这个阿坝一些藏区啊，确实贫困度还是比较高的。我跟大家说过，这最近1年多去过西部的，两三个省市啊，地方都待过。那么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地方是贫困的，这个当然应该啊，这个不能说一棒子打死。但是这种话，我们应该用现代化点的手段，微信、支付宝嘛，对不对？给他们每个月给他一点钱啊，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基础设施呢，能够不建的就不建。当然，如果说国家要有这个战略意义的，这还是得建。但是说那种什么村村通啊，什么东西，差不多就可以这个停摆了啊，歇了。主要的脉络建起来就可以，太细枝末节的那种形象工程就要砍掉，然后把钱给他们。现在真正最痛苦、最需要帮助的，就是正在茁壮成长的中国第一批贫民窟的居民，他们将成为中国的原住民。那其实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啊，这一批人其实说起来啊，是比较恐怖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观众，他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点美化，哎，觉得这种生活也挺好，是不是？我乍一看我也觉得，哎，是吧？我啥都不要了，我身份证都可以不要，我还有什么可以不要的？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梦想也不要了，女人也不要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了。那这种说起来是简单，你自己可以，但是你短时间可以，但是长时间下去呢，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看中东经常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啊，那里滋生了很多这种比较极端的思想，虽然说也许跟宗教有关系啊，我们不做这方面的宗教的联想，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那边长期贫困，就是祖孙几代下来都是贫困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山河地方一直贫困下去，它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田园的话啊，像《陶渊明记》里面的一样，就跟外面来往感觉上，就是一种简单的物质上的交换，没有精神上来往的话，它就会在精神上变成一个孤岛。那这个时候，精神上的孤岛变成一种极度的荒芜的情况，这个精神极度荒芜啊。然后，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在里面的人，你哪怕以前读过大学，但你长时间这样生活下去，10年20年下去，其实你学的东西早就忘记了，因为你跟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协作，你又回归到准文盲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你容易接受极端思想，这个就危险。就是你觉得，就我们不，我们当然觉得正常的这种思辨是需要有的，但是不能一开口就这个《三字经》，对吧？你要骂《三字经》，你可以写一个1000字的文章，最后骂一个《三字经》。哎，这个我的骂《三字经》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最后来一个。但是也许有部分人他就变成极端思想，就是你开一篇从第一句话到最后全部是骂别人的，那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极端，那么行为动作可能也会往这方面走。那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危害之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重点啊，恐怕要慢慢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那么城市的这些边缘人群才是我们以前的农村。但是说到这里呢，这个未来他们的这种扶助什么的，就恐怕靠政府的力量其实比较难。这种其实按照好像西方的这种社会的协作方法，是用 NGO 来解决，就是很多发善心的人，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刚刚这个五六阶层的人，就是这个能够有这样的爱心，也有这样的时间也有这样的财力去进行一些最简单的辅助，比如说派粥啊，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医疗服务啊，一些志愿者啊，他们去这里面进行游走，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把他们的精神跟这个主流社会打开一条通道，就是你们没有完全被社会遗弃，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极端一点的思想跟行为就容易得到控制，他不会扩散他不会出现对主流社会产生真正的威胁。好，那我们就算说到最后吧。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广东，在珠三角的话，18号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转一下。当然，你觉得这个也想去看一下自己城市的山河，其实也很容易，就在城市的一些城中村的地方转悠一下，某一些角落里其实都藏着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当然，这个一线城市他们大量的都是年轻人，但其他的一些城市倒不见得，可能年纪大一些，或者他有劳动意愿，
但是却没有劳动能力而已啊，不像这个山河有一些，他感觉上主要是没有劳动意愿，不想工作，啊，这是啊一些差别。那其实更多的细节的话啊，估计我还得好好的去看一下，然后再跟大家汇报。好的，那么这一集内容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